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蝴蝶兰之前有谈过，蝴蝶兰可不可以晒太阳呢？其实蝴蝶兰在有遮荫状况下的日照是可以接受的，像我这一批的 Stadia 都是种在比较偏强光的环境状况下，就中强光，它早上太阳是会晒进来的，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太阳会晒进来，而你看一看它叶子的状况，表现状况还不错。其实有些蝴蝶兰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娇贵，我们以前常有一个概念，就是蝴蝶兰不能晒太阳。那当然啦，有遮荫的状况下，我觉得蝴蝶兰是可以接受一些强日照的环境，像是 EQ 本来所生活的环境就是比较有强日照的光线状况的环境，所以对他来讲太阳可能不是对他来讲是一种非常的被他来讲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东西，反而他需要有些必须要强光一些些的环境。那 Stadia 也是， Stadia 其实他的那个幼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不耐太阳，你看这个都是在那个比较偏强日照的环境状况下所长出来的，基本上这边可以晒到整天的太阳，就是没有到全日照，但是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全日照，就是它基本上白天的光线会进来晒到它，然后一直到了下午的四五点左右的环境状况下，所以呢其实它的长的状况都还不错，都还不错。那一样的环境状况下，有些蝴蝶兰就不行，但是西雷利亚你要看品种，我觉得还是要看品种，像这个像史塔基它就是很适合大太阳的环境状况下，我觉得它的环境的太阳虚光量比一般的蝴蝶兰要强一些些，那甚至你有种过那个鹿角蝴蝶兰，鹿角蝴蝶兰它更需要阳光，你把它丢在中低的光线下，你会发现它不长叶也不长根，但是如果你把它丢到强光下的环境下，你就会发现它的根系跟它的叶会出来，就非常有趣。所以随着不同种的蝴蝶兰，我们需要去抓它的个性啊，不能用同一套的标准去判断每一种的蝴蝶兰。可是大部分的蝴蝶兰是没有错，有些蝴蝶兰是不能晒太阳，就是它对太阳的敏感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的蝴蝶兰都是可以接受到有遮荫的，有遮网下的环境，有遮阳下的阳光，甚至到直晒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像我朋友那边的园子，他的蝴蝶兰全部都是在全日照的直晒的状况下，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奇怪，照我们常理来讲会说蝴蝶兰不能接受全日照的环境，不过它那边其实就是全部都是日照，全部都是晒太阳，它只有遮网而已，虽然它有些在上层的蝴蝶兰长得就没有那么漂亮，因为光线太强了，但是并不会死掉，所以呢其实每一种的兰花还是要跟它的特性有关系的，跟我们以往的观念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以往的观念常会觉得说蝴蝶兰这类的东西就是不要晒太阳嘛，可你看我这边的晒太阳的都还长得还不错，还不错，其实而且这边是都是中强日照环境，当然了它比这边的环境的日照更强一些些，这边就比较多一些些，但是其实两边，因为我把小苗有些丢到那一区去了，这一颗是很特别的一颗 Stadia， 它有时候有斑有时候没斑，看它心情，像它新来的叶子是完全又没有斑的，那非常的有趣。那为什么这样子呢？跟它的基因比较有关系，跟它的个体比较有关系。这一批的兄弟姐妹乱七八糟，有些有斑有些没斑，那有些斑会突然消失，有些突然会出斑，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那其实这一批长得都还不错，这一批你知道我第这边种在第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了，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这一颗这个叶子已经拉大了，下一颗叶子就会更大，有点跟这个的状况是一样的。你看这个非常的漂亮，这个也是一颗 TKB 的个体，这一系列有三颗是兄弟姐妹，这一颗这一颗跟这一颗，这三颗是兄弟姐妹。那它现在目前长最大，因为它的根都跑到别人家去了，那因为这一边都连在一起，它的根是跑到跟下面这个叶腹的根都连在一起的，所以就不太想管它，就让它继续长，那它就越长越大。它不过今年的叶子长得比较好一些些，你看它的叶子已经拉到这么长，而且叶斑都很漂亮的出来了。你看它时间不每一个每一时期长出来的叶斑会不太一样，非常的有趣，像这个跟这个，那这个跟这个，你会发现它每一时期的叶斑会不是那么相似，那可能跟环境的因素是有关系的。好 OK， 那今天所谈的就是蝴蝶兰能不能接受强光呢？我觉得是可以，不过还是要看品种。
有些品种不行，有些品种一晒就受伤。好，感谢你收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